今天穿给超级撸奶撸奶，因为 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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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广告老气出台上，甘袂当较狂跟的哈，敢无人？甘袂当较狂跟的哈，敢无人？两千三百万人，大家代表一声气，四个全部挂，咱两千三百万兄弟，做伙拍拼斗，行好欧盟更加全部不通少，啊无像外海乱人，卖不外口的少，所以当天在讲对外好的时阵，给付出一挂做报道的情分，无台湾人的爱，台湾更加皮皮准。百台湾之声，这会话这是什么歌？你倒位上爽？台湾爽，这是台湾美食，你不是台湾水，你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鬼，这是什么歌？台湾爽，你倒位上爽？台湾爽，台湾人的爱，台湾人的爱，台湾人的爱，拢在台湾之声，这是什么歌？台湾爽，你倒位上爽？台湾爽，这是台湾美食。给你的报道，人间的天堂。美丽的报道，人间的天堂。高雄，我听到恁的声。台湾声。跟你讲哦，高雄，我听到恁的声。上好一届，高雄和马英九听到咱的声。好，刷来这条。我要送给马英九，够想要听看少年朋友对马英九的心声是啥？有想无？好，我来唱一段。来，马英九哦，他就是要开放美国牛，可能因为梅兰佛，所以他想多吃牛兰佛。我问你，柯志海为什么要说马英九还我牛呢？因为现在他只敢吃自己养的。你像爸爸风灾拒绝外援，黑死的冲杀，咱去救灾嘛拢无看到国民党啦。你甲看，连爷爷对头到尾拢无出来啊，伊咧冲杀无人知影，可能咧怕小乖吧。国民党也觉得不用达赖来做法会，他们觉得有用的应该只有血迹阿扁，他们觉得达赖去灾区有政治意图。好啦，不然去台北为诈胡先祈福。他知道我们对两岸政策不满，但他政策就是要走在民意前面，谁都不管。你敢会晓讲 A 克法枪对，他开机会会变多，偌济，甲秋意头毛白济。他现在找回了他最信任的救兵，还有一个是专门帮他打阿扁的救星。没错，他的左右手就是这两兄弟：爱新觉罗·溥聪汉、艾德兰斯·邱毅。最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刚刚有个黑人想抢我的国旗，长得很像巧克力。他说我最近好像有变胖，我说因为我跟马英九一样，都在吃巧克力棒。哦，是啊，哈哈，是是是，丁，啊 ，Go Go Go， 好，其实吼，马英九执政吼，安尼吼，经济失败，然后咱会当创啥，咱其实袂。